买定楼去英国，宏宇海外物业投资帮到你。我哋有长期展销厅，有专人为你代办 BNO 5+1、移民海外、投资卖楼或租楼，一站式服务为你解决所有疑难。买机票仲有机会拎到优惠添，快啲打嚟6221-4438揾宋生了解详情啦。玉敏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最近成個運動咧，即係呢個，如果我哋要幫佢起個名，就叫做劫財共富運動。咁呢個劫財共富運動咧，就犀利過文化大革命。當然文化大革命嗰陣時咧，就即係一窮二白嘅社會，大家攬住死嘅，窮到不堪，仲喺度搞政治運動咁啊。咁而家即係個社會相對比較富裕啦，嗰個所謂人均收入又增加咗好多倍啦，係咪？而家大概係8,000-10,000美金啊，咁都係屬於開發中國家啫，大佬。即係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嗰個人均所得，講緊係50,000蚊，超過50,000蚊美金。不過佢個貧富懸殊係全世界排第一，係咪？咁好啦，你從即係有啲人支持呢個習近平呢種做法，或者對習近平呢種做法比較理解嘅人就會話：哦，呢個共同富裕咧就係即係基本上就係社會主義嘅本質要求嚟嘅。咁嗱，呢啲咁嘅咬文嚼字冇乜意思嘅，係咪？孫中山嘅民生主義一早講叫均富，呢個均富你係用共同富裕，佢用均富，係咪？均富嗰陣時佢講三民主義嘅時候，佢用啲好淺白嘅語言去解釋佢嗰啲所謂理論嘅，譬如民權主義，即係民主政治啦，講係咪民權啊嘛，係咪民權主義？佢話就係40,000,000中國人做皇帝，嗰陣時有4億人。孫中山話咩叫民權主義？咁啊，喺廣州中山大學演講嘅時候，咪即係咩叫民權主義？民權主義就40,000,000中國人做皇帝。當時有40,000,000人，咁佢知道中國人好中意做皇帝嘅。中國人又好尊敬皇帝嘅，中鄉即係話2000多年嘅帝制，俾呢個國民黨推翻咗之後，變成一個民主共和國，嘛？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英文叫 Republic of China，Republic 就係人民的國，君主國、共和國。君主國咧就係有兩種，一種係君主立憲嘅，佢係民主國家嚟，個英國啊、日本啊呢啲就係君主國，君主立憲嘅國家嘅一種，嘛？君主國就民主政體 ，form of state 就係君主國 ，form of government 就係民主就咁咯。咁呢啲君主立憲嘅國家，咁好似當年呢、這個即係、就是、康有為佢哋咪提呢個君主立憲咯，係咪？唔好保留有帝制，但係就係搞民主政治咁，係嘛？呢個係其中一種而家世界上流行嘅。咁你好多國家都有女王啊，有皇帝噶，係咪？咁但係佢係民主國家嚟噶嘛，係咪？咁啊，皇帝係虛位元首嚟噶嘛？英國女王係咪虛位元首啊？我哋叫做虛位元首，佢冇實權噶嘛，係咪？佢唔管呢一個即係政府嘅工作噶嘛，係咪？咁另外一種咧，就係個皇帝大曬咁啊，一控制一切嘅咁呢啲，剩翻兩個啫，冇嘅，基本上係。好啦，到共和國就有極權國家同民主國家之分，咁啊，大家就好清楚啦。美國係咪合眾？合眾國、美利堅合眾國、合眾嘅就係 United， 咁即係又有共和嗰個意思，但係佢係聯邦國家嘛，有部憲法啊嘛，民主憲政啊嘛，中華人民共和國，咁你已經係共和國啦。譬如話你中華民國叫做 Republic of China， 你走去改個國號，無啦啦加個人民兩個字，就係因為要消滅中華民國，係咪？咁啊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咁啊 People's Apostolic Republic of China， 咁你咪屌你咪即係隨富放屁咧？共和國就本嚟就係人民的國，唔係君主的國，唔係一家一姓嘅天下。你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你咪結果係咪要搞一家一姓嘅天下？你毛澤東當年就係屌你即係無氏王朝，而家你係雜氏王朝，係咪？咁咪又搞一家姓，你咪回復翻封建時代？咁講到尾就係權力啊嘛，係咪？
好啦，你支持佢嘅人就話覺得而家成個經濟體制同埋嗰市場經濟出現，即係而家呢幾十年咧，跟住近年出現到有一啲現象，就係第一就是、個貧富差距拉得好近好遠，又好近拉到好遠。喂，你都唔係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啦嘛？經常我哋嘲笑佢就係話你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屌你咩？你而家喺個市場經濟搞到一個變成一個極端資本主義社會，係咪？啊，佢而家唔係聽我哋講，所以佢做嘢咧唔係。因為而家第一就係成個社會結構，因為呢一種咁嘅體制出現咗問題啦，已經係嘛？而家就還原基本部就話哦，所謂共同富裕，即係社會主義嘅本質要求嚟嘅，咁就是、共同富裕啦。咁等於我上一集講呢一個即係禮記禮運大同篇一樣，係咪？嗰係兩千幾年前，係咪？即係孔夫子非常之向往嘅尧舜時代就係咁樣啦，係咪？但係你隨住即係話人越嚟越多，係咪？咁又有國家嘅分別，即係有國界，都到咗戰國時代，咁又唔同啦嘛，係咪？就變咗真係即係大道既隱啊，就唔係天下為公啦，天下為私啦嘛，大佬係咪？個個顧掂自己先啊嘛。咁嗰個咧，我哋如果用現代嘅話嚟講，就形容嗰個就係叫做即係資本主義啦。現代嘅話嚟講，係咪大同社會嗰個咧就係社會主義啦，咪就咁啫嘛。佢而家講咩啊？富強民主，咁嗰個民主係佢講個民主啫，係咪？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實際上就係一黨專政搞極權。如果你係有自由，有民主有法治的，你不可以或者一指命令，或者你忽然间想到共同富裕这四个字，屌你就要抄人家的家，是不是要劫财，是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其实如果用回即现在大陆一些学者他们或者帮这个习近平出谋献策的讲法，就是说这个是要将中国变成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一定要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还有这个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于是将收入那个就是现在那个所谓收入呢，来做一个那个分配，做一个改革，改革这个收入分配，就是推进这个共同富裕的一個手段嚟嘅，係嘛？咁盲我都知啦，嚇、那個收入嘅分配基本上就係民生問題嘅根本嚟噶啦，大佬。咁就係不患寡而患不均，係嘛？不患貧而患不安，係咪？而家你先知啊，係嘛？你個市場經濟發展到咁，喂！而家中國嗰個政治上嗰、那個統治嗰、那個權力嘅分配。權力的分配就是一個金字塔。喂，先以共產黨來講，每五年開一次的中國共產黨即是代表大會，這個是中國共產黨最高的權力核心，由這個即是黨代會，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那些參加的代表幾千個嘅啫，全國有九千幾萬黨員嘅喎。呢啲黨代表有啲可能就喺基層裏邊選出嚟嘅，有啲唔係選出嚟嘅，係咪？呢啲全部都係共產黨上邊嗰個寡頭獨裁集團嘅橡皮圖章嚟嘅。開呢個黨大會修改黨章又好，乜都好，係之前中央書記處或者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係咪？或者係中共中央嘅政治局裏邊已經決定曬嘅啦，懟到去你呢呢個全國代表大會裏邊，你全部都係橡皮圖章，即係等於人大代表一樣，全國人大一樣。佢成個政治體制就係咁嘅，嗰、那個權力喺基層裏邊不斷往上送。全國代表大會每五年開一次，嗰個係選舉國家領導人嘅，大佬選舉黨嘅領導人啊 ，sorry 啊，選舉中委係嘛？由中委喂就去選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委員就互選政治局常委，係嘛？個總書記由黨代表大會嗰度產生嘅，係嘛？嗰一屆係嘛？譬如而家要開嘅係二十屆，出年要開嘅第二十屆，係嘛？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屆全國代表大會，
呢個係最高權力機關，但係個權力咧通過一次嘅黨代表大會開嗰兩三日，嗰幾日嘅黨代表大會將個權力往上送，先送到一個叫中央委員會200多人，喂，由9000多萬黨員去產生嘅嗰應該而家具體數目我唔記得幾多啦，上網大家知道應該3000多個黨代表，然後呢3000多個黨代表咧就去選一個中央委員會200多人，連埋啲候補委員。中央委員會咧就去產生24個政治局委員，又收窄咗咯。24個政治局委員再產生7個政治局常委，又向上咯，係咪？咁啊，金字塔啊，最頂嗰個以前咧，我哋叫佢寡頭獨裁集團，即係7個政治局常委或者9個政治局常委就控制全國，控制成個共產黨啦。啊，裏邊又會產生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紀律委員會、中央組織、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一大堆呢啲中央組織，係嘛？喂，坐喺度就嗰7條友，佢點解要單數呢？中間嗰個最大，屌你中國人就咁噶嘛！每邊一定要平均嘅3個3個，唔係就9個，就呢邊4個，左邊4個，右邊4個，中間嗰個最大，嗰、那個就是總書記啦。個排位就咁啊，唔錯得噶。你唔會見到習近平坐咗右手邊第一位，或者左手邊第一位，咁樣打橫嘅話，佢一定係企坐中間嘅。但係所以個中即係話政治局常委咧，就唔可以係雙數。仲要排喎，佢右手邊第一嗰個就排第二，由左手邊第一嗰個就排第三，咁依次咁排落去喎，大佬坐問尾嗰兩個咧，就喺7個政治局常委裏邊個排名係即係第6、第7位，行出嚟都係咁啊！所以呢個林鄭月娥一次懵懵地佢企咗喺即係呢個其他嗰啲人前邊，要你同呢個習近平平牌啊，咁啊，咁啊，佢唔識呢啲嘢啦，係嘛？呢個咪又係封建帝王思想，呢個係僭越啊！你知唔知啊？嗱，你睇下張張相都係噶，嗱，我哋即係嚇，我哋啲控制員幾犀利，你嗱即刻嗱，又彈張企喺度，嗱喺佢左手邊，我講錯咗，左手邊嗰個就排第二，嗰、那個係李克強，係咪睇到啊？右手邊喺佢側邊右手邊呢個咧就是栗戰書係人大委員長，係嘛？再嚟到李克強隔離嗰個咧就是汪洋，係嘛？咁大家都數到出嚟噶嘛？最問尾呢個咧，韓正係嘛？有得排嘅，冇得企錯位嘅，你冇得扮懵話我有企錯啊嘛？嗱，講翻就話你而家其實中國咧，過去呢幾十年咧，大家可以因為我睇過好多呢啲書啦嚇。佢都經過幾次嘅呢啲所謂收入嘅分配，但係呢次收入分配咧好恐怖，係咪？佢係變成一個運動。嗰陣時嘅收入分配咧，就真係針對嗰個收入嘅即係唔平等，係咪？同埋正如我頭先所講，政治上佢係個金字塔，經濟都係嘅，社會制度都係嘅。最底層嘅差唔多10億人係低收入嘅，中間有3-4億人。是那些中等收入的，最上面的金字塔那裡呢要得那幾千萬人而已，一個這樣的金字塔的經濟社會或者社會就是一個這樣的就是社會結構是一定出事的嘛，是吧？所以習近平就要用論語那句要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吧？不患貧而患不安，拿這句說話來要 找古人來照補，是吧？孫中山當年就叫君父，所以他說民權主義就是40000000中國人做皇帝，什麼叫民生主義啊？民生主義就是大家發財主義，這個就是君父，大家發財主義，屌你現在大陸不是大家發財，少數人發財，是吧？那你這少數人是不是要祭旗，他要在你荷包裡拿錢來，就不是去回來重新分配給老百姓，屌你先共產黨代了先，OK，休息一會。